哎，怎么说谁是卧底啊？不能骗人啊！我先来吧，这个我每天都得说，不说不行。该你了，说的跟谁不说一样。而且啊，我感觉我说的最标准啊。你俩说这个？对呀、啊，这应该没有人不会吧？那我就放心了，我最近也特别喜欢这个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你也别太自信，我觉得我说的比你标准。可爱。不是你山炮吧？你好好玩游戏，整那死动你干啥？你能好好玩不？你俩不是也说吗？你俩啥呀？我俩普通话呀、哎。我看你呢。啊，我的也是普通话，大家一样嘛。咱仨今天必须没一个来。别！快跟我们一起组队玩谁是卧底吧。给大家个建议啊，有时候排好啊，真的想输都难。你这四个二。哥，不是你这双王管他呀？你再出一张三，咱俩不赢了吗？那怎么看我牌呢？就是，别吵了。现在还能看见我看你牌吗？谁看不见？哎，他都不要了，不能反悔啊！该你了。那我马踢你二。哎，不是，你玩赖呀、啊？你这样。该我踢你，该你了。你俩这么玩，谁不会呀、啊？我就。哎，这鞋怎么飞了？哎，我马呢？昨晚上你马被人刀了，你马没了。我操！决斗。